把握当下，对。思念完呢，都会想到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，常常会听到不一样的语言，对。那我所最大的冲击就是，可能大家都很厉害，台语嘛，我台语就北练邓了，我连中文都讲不好，英文也不会，我的分数应该还及格啦，台语，刚刚那一首歌《思念一首病》里面就有台语哦，我知道他们一定在想，他们也没有在想，对，他们在思念的人。哦，里面有一首，有一个词是台语。那个？我们不要拖那么久啊，就是当你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。哦，尽头有没有？尽头啊！所以接下来他们应该知道我要唱哪一首歌。双人枕头。啊，双人枕头嘞？怎么可能啦？你要唱完哦。也要孤独大，好，不要闹，不要。好，我就练这句啦哦。那讲到台语，哦没有，我觉得写歌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。我想到这思念是一种病，然后枕头嘛，枕头，翻山越岭，怎样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旁边如果没有了枕头。那你会很孤独嘛？然后心情会不好。哦，心情不好，对，心情不好，然后你就会很忧愁。嗯。所以这首歌就是我台北的朋友教我的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。我听到这首歌，我朋友在 KTV 点，我有时候很想学，虽然我念的哩哩啦啦嘛，但是我觉得我都很喜欢这首歌的，虽然它没有。原曲那么好听，对，因为它原曲那个变得很丰富，但是我觉得用我想要呈现的方式给分享给大家，虽然口齿不清，先润喉一下，虽然口齿不清，但是还是要唱给你们听哦，因为这样你们才会忧愁。大家这首小安的忧愁，谢谢。想到你，就像你在我的身边。
哇，我终于唱完了嘞！哇，虽然没练正啊，但是我知道大家感不到我很优秀啊。但是我觉得台语很好玩，它的那个发音就很有到位。对啊，我在北部工作的时候，第一次学的都是你好吗？这样子啊，你好吗？我还是不要乱讲哦。然后我觉得每个语言都有每个语言的美啊，都是尽量去学，然后去分享，都是很棒的。忧愁其实大家其实看到大家慢慢低头了哈，不知道是忧愁了还是说有更好看的东西可以分享给我。不要忧愁了哦，不要低头，往上看。刚刚说台东星空很美，虽然它现在还没有出来，对，我希望我等下可以把它唱出来这样。好，这首《小星星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？不是一三哦，是张震岳的《小星星》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它旋律和它的旋律和它的歌词都很简单，然后等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一起来齐唱一下。小星星再也很美丽，就像你的眼睛亮晶晶，我们在一起因为已经生气，唱歌那很用力，那个很用力，月亮就是我照亮你的心，温暖你的心，是小星星陪在我身边，永远不分离。